大家好，我是沪漂胖子，这边是老香港的那个蛋糕店，他们搞活动买30送30，其实他们平时充200打7折还送一点钱，差不多的优惠啊，不过换个方式人就蛮多的。这边是一家新开的熟食店，生意也蛮好的，马上带大家去看的这家店，他卖炒大力一个小时可以卖10000多块钱啊，刚才买的排了几分钟吧，他一分钟最少可以撑4个人，有2个撑那个大力的地方，对吧？一个人最起码得买20块，那么就是说一分钟他就可以赚160块钱，60分钟就可以赚9000多块钱，啊，销售额真是日进斗金啊！这就是上海这边门市的房租为什么贵的原因了。你生意做得好，你的收入真的很高。他们家生意为什么好嘞？那带我们来尝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大力啊，它一捏就开了啊，然后里面就可以直接吃，味道还是不错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大力啊，看那个个头小的卖的贵，个头大的反而卖的便宜。吃完了啊，味道还是可以的，反正比我另外几家买的好吃一点吧，然后剥壳也不算太难啊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